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个 topic 这个终极词汇名词的第五个部分。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不매사랑啊，这个就是什么呢？조건啊，条件的意思。那我们再看第九个，자신감，那자신감，自信感。那么我们看第一个，고개를떨어뜨리고그러면자신감이없어보여요啊。那么고개什么呢？头啊，头，脑袋。脑袋这样耷拉下来走路的话呢，啊，那么哆哆嘚哩咕什么意思啊？耷拉下来走路的话，那么这个可的面可大啊，可大呢是底个的不规则，加呃面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底个变成离二啊，可的面。如果那样走的话呢，怎么样呢？查心高咪 observe 看起来呢没有自信感，对吧？嗯，不一的是什么意思呢？看起来的意思啊。那么下面呢？아이가자신감을갖게하려면칭찬을많이해주는것이좋다啊。那么呢，아이가자신감을갖다，자신감을갖다，具有啊，具有让孩子们具有这个自信感。想要这样的话呢，하려면要这样的话怎么样呢？칭찬을많이해주는것이좋다，要多多的称赞他们，对吧？那么칭찬하다，칭찬을주다，称赞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什么呢？第九个单词자신감。嗯，我们看最后一个单词사항啊，사항是个固有词了啊，是个汉字词，事项的意思。我们看第一个，변동사항이있을경우이메일로연락드리겠습니다啊。변동啊，这个变动사항，变动事项呢，있을경우啊，这个있다加을表示什么呢？将要是将来是，对吧？那么将来会发生这个变动事项的情况呢？email로 啊，通过这个 email 怎么样呢？연락드리겠습니다，我会给你联系的。嗯，那么这个管理所에서안내방송드립니다啊，管理所呢，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안내방송，这个广播通知，对吧？那么这个안내呢是案内啊，通知、祷告、祷告、祷告的意思嘛。那么这个방송是放送的意思，那么可以怎么说呢？广播通知的意思啊。那么呢，쓰레기분리수거등기타문의사항은，那么쓰레기这个什么垃圾啊，这个분리수거啊，分离的这样，分离的丢垃圾这样的等等的其他这个문의사항，문의사항什么意思啊？疑问事项、咨询事项呢？엘리베이터啊，在这个电梯的공고문을확인하시기바랍니다啊，请确认一下贴在这个엘리베이터啊，这个电梯里面的公告文，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什么呢？擦汗。嗯，那么我们看一下练习，选择最恰当的答案填到这个括号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呢？하루의일을끝내고집에돌아와커피한잔에什么를즐길때가가장행복하다。那么하루의일을끝내고，끝내다，结束了啊，把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呢，집에돌아와，回到家里面怎么样呢？커피한잔，一杯咖啡的什么呢？一杯咖啡的悠悠啊，一杯咖啡的时间，一杯咖啡的余余啊。那么呢，즐길때，즐기다啊，享受的意思，享受一杯咖啡的时间的这个时候呢，가장행복하다是最幸福的，对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기호啊，喜好。那么第三个呢，기대期待。第四个呢，위로安慰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시험을잘못봤어啊，시험을잘봤다，시험을잘봐요，시험을잘못봐요，考得不好啊。因为考得不好呢，怎么样呢？什么를풀려고노래방에갔다啊，想把这个心情呢放松一下。那么心情是哪一个呢？기분啊，기분을풀려고，想把心情呢啊舒展一下，所以呢노래방에갔다，就去了这个练歌房。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기억，注意啊。第二个什么呢？体量啊，这个气，这个什么呢？啊，这个体量什么？气量的意思。第四个呢，기질啊，气质的意思啊。体量呢，也可以是什么呢？这个才华的意思，才华能力的意思。嗯，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啊，怎么说？성공을하기위해서는꾸준히什么해야한다啊？성공하기위해서，这个기위해서，为了成功的话呢？孤注你啊，要坚持不懈的，孤注你是坚持不懈的啊，怎么样呢？努力해야한다，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啊，非常简单，努力해야한다。那么第二个呢，실수，失手。第
第三个呢，失败，失败。第四个呢，失职啊，失职的意思。我看第四个，뜻이여러가지있는단어나문법들은什么에따라다른뜻으로쓰인다啊。뜻이여러가지있는단어나문법들은啊，那么是什么呢？意思各种各样意思的这个单词或者是语法呢，怎么样呢？随着情况的不同啊，那么상황에따라随着情况的不同呢，다른뜻으로쓰인다会用于不同的这个意思啊。那我们看第一个，상식常识；第三个呢，지식知识；第四个呢，지혜智慧啊，都不正确，应该什么呢？상황에따라서啊，随着情况的不同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复习一下啊。여러분다음시간에만나요。